玩手机，不是玩手机就是画画。紫微星，什么紫微星？抒情的时代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让我们一起燃爆这个夏天。我希望我的作品《十字路口》可以获得第23名，谢谢大家。青春十载，星光闪耀，2023 SH48 Group 年度青春盛典闪耀开启。我是 SH48 Team H2 的林抒情，我的星光是情门永存。8月5日，期待与你共赴青春之约。